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出去吃西餐咧，除了有肉酱意粉之外，另一款卡邦尼意粉咧，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噶。今天就等我教大家做一个简易的版本，等你哋喺屋企都可以轻松整到，即刻睇下材料啦。的话就可以预先预备定一个大碗，将卡邦尼酱汁混合好之后，再将啱啱炒好的意粉捞埋落去，这样就可以简单又快速咁完成噶啦。完成啦，个卖相好吸引啊！唔讲咁多，等我即刻试下咩味先。芝士味好浓郁，而且个酱汁咧亦都好 creamy， 加埋个水波蛋咧，简直是一个 perfect match 啊！咁简单就整到，大家都快啲喺屋企试下啦 ！Yoo-hoo！